天包营养丰富又好喝的菌菇鸡汤。这个汤不寒不燥，多喝不上火，又非常滋补。而虫草花富含多种氨基酸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非常适合在这个容易感冒发烧的春季喝。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。鸡肉焯水后用清水洗掉血沫，这样煲出来的汤清亮又不腥。半边鸡，清水泡发的干虫草花10克，清水泡发的干花菇20克，去核的红枣5颗，姜去腥，加入 1.5 升水，大火煮开，在最小火煲90分钟。90分钟后，加入棋子10克，加入适量的盐调味，就可以喝汤了。汤鲜美无比，真的非常好喝哦。